我们回家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皇太妃，萧霁现在部队已经逼到了城下，说皇太后有旨，畜生不杀。他竟如此赶尽杀绝！ 召集国阿年，登城迎战。是。等我回来。一定要回来。 太后有旨，务必将皇太妃带回上京。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跟你们走。不行，我们不可以分开。有我在，谁都别想带走她。 住手！ 别哭，我不能再保护你了。
经过，就带走了我的心。